为什么抽走一根就会倒了呢？我住的屋子抽走一根柱子也会倒吗？这么简单的家数都算错，由明日开始罚你去上书房再培训。东姑不只是宫女，她是我一个相当重要的朋友啊。 Mr. Jim 是刚从西洋留学回来的发型师。金先生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垫这个发型啊？哇，柔柔，你真的变成狮子了。我想了很久，还是舍不得让东姑走，所以我想跟皇后一起走。卑职走了，皇上怎么办？你要记住，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。你一走，朕随时可以找一千几百个人来代替你。岂有此理！你们这些小孩子真敢擅闯皇宫禁地。这个花纹好漂亮啊，很有艺术品味啊。既然皇上喜欢这些菇，那不如让微臣举办一个采菇大会，让皇上可以沾一尝菇的鲜味。你们是不是在说我的白米饭呢？我是他的娘亲啊。啊，不是的。皇额娘，您究竟想做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去郊游。不过我不是一个人去，我想和那些平民百姓一起去。我已经被你们这一群坏蚊子弄得两个晚上都睡不好觉了，再这样下去我就会连玩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们会突然多了那么多呢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只是西洋的嘟嘟嘟啊。那不如我们一起学种花吧。这只甜品外脆内软，花妈又舍不得骂丝丝这么心软，那这个比赛就叫做心太软厨神大赛好了。好，不会的，旺财是不会伤害皇上的。我和纳侍郎两个人都看到了，难道会是假的吗？旺财和我一样，对皇上永远忠心耿耿的。马上把旺财打入天牢。皇上，我收到了消息，原来那群讨厌的小孩子想在皇太后寿辰那天跳舞，而且他们还请了两个神秘的人来教跳舞呢。我王坤不会给他们抢风头的。那王大人您有什么高见呢？我的想法就是抄他的想法。被一块鲍鱼薄饼打到头之后就突然失忆了吗？连我都不记得了。我现在相信思思真的失忆了。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才是思思最好的朋友呢。思思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回你失去的记忆的。明知他那么想留下来是因为他想做一名出色的甜品师，我其实根本就不想回家，我想留在这里啊。你这串怪味鲍鱼搞得皇上磕成这样了，还不马上扔了它？我竟然为了